豪华。你出去出去，那就是诈骗，你会不会呀、啊？人到底会不会、啊？怎么了？这不蒋大为吗？这不是？又看过电视啊？这那首歌叫什么来着？凉凉、啊，凉凉、啊。入夜情微凉，是这个吗？啊！见笑，我药吃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吃感冒药吃了两片药，是不行。反正就这歌挺好听的，差不多得了。歌叫《悟空》，悟空唱起特别好听，给大家唱两句好不好？嗯，好的，真好听。吓死谁啊！你没唱呢，还没唱呢。哦，好好听啊，好听。那没事，我药吃多了，我好唱完了。嗯，退去吧，反正不是我们家买卖。您倒推得干净，那是。我就看错电视剧了吗？嗨。